刚出锅，你来几个？那给我来六个。哎，好嘞。姐，馒头。石头，在这等着姐，姐去给你拿。在这儿等着姐，别管我。哎，给我想起来，哥的，正好嘞，就是这条心跳嘎嘎的。姑娘，买馒头。叔叔。我没钱。你没钱你捣什么乱呢？滚蛋。哎妈呀，滚这来。哎呀，完了。完了。完了。哼，扣到我的头上来了啊。我过了。叔叔，我弟弟饿，求你给我一个馒头吧。你弟弟饿，我就得给你馒头啊！你弟弟饿，我就得给你啊！弟弟饿，我就得给你。姐姐，我让你偷，我让你偷啊！别打姐姐，别打姐姐，别打他！哎呀，又来个小狡猾的，你给我滚一边去吧！石头，过来，把馒头给我，把馒头给我。撒手！你给我玩硬的是不是？你给我撒手！坏呀！给不给？混蛋吧你啊！坏呀！你欺负姐姐！坏呀！你给我滚！赶紧给我滚！坏呀！你欺负！再不走我打你啊！快走！快走！石头，都是姐不好，姐让你受委屈了。姐姐，我不饿了。石头，走吧。
吃这个，哎，爹自己能夹，快吃啊！给你夹你就吃吧，啊！哎，虎啊，明天呢，爹还上镇里捡砖头，还有没有饼子了？给爹带两块。咋的？一块不够吃啊？嗯。爹。爹，你要吃啥你告诉我一声，我给你夹不就得了。
你看你爹啊，活不咋干，这饭量倒见长。你看，不就一个饼子吗？至于吗？哎呀，还至于吗？事儿大了。哎呀，你看你，你就一个饼子，把你气这样，没事吧？一边去！哎呀，你到底咋的了？你是真虎啊！那我又咋的了？又虎啊？咋的了？这也看不出来。你要当爹了？你怀孕了？哎呀，我的媳妇儿啊！哎呀，你快放下，放下！都给我转迷糊了。现在能听着吗？啥听不着的？我听着，我听着。新的老爷爷，就是昨天剪砖头的那个爷爷。姐，你咋知道他是好人？等你长到姐这么大，你就知道了。那好心的老爷爷会每天都给咱们送吃的吗？我看老爷爷在废屋子那儿剪砖头，应该能一直把砖头剪完才不来。那得剪多少天呢？估计要很久。姐姐，咱总偷拿爷爷的吃的，爷爷该吃不饱了。石头真乖，比姐都懂事儿。爸爸说拿人家东西不好，姐知道，
姐要好好报答老爷爷。哦，怪不得你昨天晚上只把砖头埋在空地上呢。石头，吃饼子吧。爹，爹，柴火不多了，今天你别进城了，咱俩上山砍点柴火。火，嗯，那这不留着下蛋了？咋的，舍不得啊？爹觉得呀，怪可惜的。我是为了给荷花补补身子。啊，可也是，人荷花到咱家来呀。也没吃上啥好的，应该给补补。爹，可不是荷花要吃，这是我要给做。荷花有了，荷花有了。哎，老娘，你知道不？荷花怀上了。怀上了啊？那不正常吗？怀孕有啥不正常的呀？那你大惊小怪的干啥呀？我就寻思，这老乐叔不得乐坏了？嗯，应该乐坏了。你呀，总关心别人，你倒关心关心我呀。净整没有用的。喝点水，别往心里去。还别往心里去，你看你爹呀，好像我馋似的。我爹他不是那意思。火，爹，你有事儿啊？啊。哎，今天呢，爹进城里有点事儿。你看能不能等爹从城里回来了，咱们再去砍柴呀？你能有啥事儿啊？啊，爹不是着急把那砖头拉回来吗？啊，那行，爹，那你去进城吧，我和虎子今天上山去砍柴吧。哎呀，那可不行。荷花啊，爹不是不爱去。哎呀，没事儿，砍柴那活不就累点儿吗？是吧？不行，荷花啊，你还是在家好好休息。爹去，爹去。
不行，太小了，该累坏了。没事的，姐。石头，你慢点。没事。真棒，姐姐，我已经是大孩子，能保护你，帮着你了。石头真乖。姐姐，爷爷今天能来吗？能。爹，砍柴在这边。啊。哇，你看这太阳是不是到晌午了？咋了爹，你着急回家呀？爹不着急。你是不是饿了？咱才出来多大一会儿啊？不饿。是不是不会来了？会的。姐，你看，是不是爷爷？是他。那哪是爷爷呀？姐，我现在看谁都像爷爷了。哇，歇会儿，我不累。咱今天就干到这儿吧。爹，你咋的了？我发现你好像变了。自打荷花嫁到咱们家，你就好像总有说不完的事儿似的。爹没变，哎呀，爹就想上城里。你上城里干啥？天天进城捡那几块破砖头。哇！你就让爹回家。进趟城吧，那城里有人勾你魂啊？
先干会儿再说。走，石头，姐带你去集市上找吃的。姐，我只想等爷爷。爷爷兴许有事儿。姐，爷爷要是来，我就叫他爷爷，好吗？爷爷肯定高兴。走吧，石头。大爷，货挺全呢。这鹿果多少钱一斤呢？尝尝啊！我也尝尝。我替你尝就行了。哎，这牛舌头饼呢？也棒吗？尝尝啊！尝好了指定买啊！这啊，又是你们俩小兔崽子！怕石头不怕，石头不怕，怕就给我死远点，走。老板，你别大哥，大哥，等一会儿，我先尝尝，一会儿让你吃，你是着什么急？这你就知道吃，不是？那这之前跟丢那俩孩子，什么？那孩子在哪儿呢？跑了。对呀，我这不是给你汇报呢吗？我还得给你批个条吧。哎呀，我就不爱听你说话，老跟大官似的。你不是你哪儿那么多废话？追呀！一会儿给你算账啊！一会儿给你算账，追！小花，我来，别累着你。咋的？有儿子，你才知道心疼我呀？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没儿子之前我不也心疼你？花，你让我听听。听啥呀？你这我听听儿子话事儿，能听着吗？有动静。爹可真是，你还不让我爹回屋了？那刚才吓我一跳，你吓得我倒没啥，就吓着我儿子咋整？没你说那么邪乎，去吧，你进屋歇着，我来弄。你能看住啊？哎呀，放心吧，你别长大劲儿了啊！去，等着吃啊！啊，慢点走啊。
这盯上半天了，该动手了吧？别急，再看看，万一有大人跟着就坏了。石头，姐姐，你说老爷爷现在能不能来？应该来了。走，石头，去带你看看去。明显的没大人，就俩孩子。你不看看你怎么知道？这不听半天呢，真默契。有这功夫都抢俩老太太了。抢老太太，你就那点出息？老太太能卖多少钱？不是，就你这样还想发家致富啊？老太太跑得慢，抢老太太安全。再说了，发家致富。干咱这行，你还想拉回头客啊？哪来那么多废话？兄弟，我告诉你，干一行爱一行，早晚的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别废话，盯紧了。行了行了，大哥，这回该动手了吧？急啥？再等等，等天再黑一黑。咱俩现在出去，万一出来两个见义勇为的，胖揍咱俩一顿。你好受啊？哇，爹，爹有点急事儿，吃饭呢就别等爹了啊。鸭肉不吃啊？不吃了。真怪了，从来没见我爹这么火急火燎啊！这干啥去？干啥去？有老伴儿了呗。你别瞎说，都多大岁数了？这玩意儿还分岁数大岁数小啊？你看你爹，天天往城里跑，那饭量一天比一天见长，那鸭肉都不吃，就拿几个破饼子走的，跟谁吃去了？那不就外面有人了吗？行了，你可别胡说，我爹不吃，咱俩吃。谁胡说了？你看你爹拿几个饼子走的。我胡说。石头，看来好心的老爷爷今天可能有事儿，来不了了。石头，咱走吧。是时候了吧？你，那个，我，那个，动手，上！哎呦！哎呀！切克！哎呦啊！哎呦我的腿！你要干啥？我抓了你，慢起来！好！哎，别害怕，孩子，我们是好人，我们是好人。对，孩子，他是好人，他是好人。石头，快跑！站住！哎，还不快追！站住！快点！石头，快点！快！站住！石头，快！快进去！别跑，别跑！快点！站住！这，咱俩走。他是好人，
是好人。好啊，在这儿藏着呢，小兔崽子！我看你这回还往哪儿跑？别怕，叔叔是好人，叔叔是好人。来，哎呦，哟大哥，哎呦我的大哥，啊，大什么哥抓呀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进去，抓呀！哎，大哥，这我眼瞅着跑这边来了，这一眨眼看不见人了。这两个死崽子跑得挺快呀，再好好找找。大哥，他跑不了。人呢？怪了，气死我了！这回我抓了他俩，我抽了他筋，我扒了他皮，我给他炖吃了。闭嘴！不是你废话咋那么多呢？炖着吃了，拿你换钱呢？我吃一个，我卖一个，我有解馋的，我有换钱呢。别嘚瑟了。孩子，孩子，孩子，大哥，你听，嘘，孩子，孩子，孩子。孩子，好像是人家爷爷来找孩子了。孩子，爷爷来了，好像奔咱这边来了。孩子，这越来越近，这怎么办？